就是大家很熟的，就是那个 Toyota RAV4。那我这台的年份是2021年，然后它的算是中阶的。我这款的话，它是属于尊爵版的。OK， 然后里程的话只跑10000多而已，就也还蛮少的。那据我所知呢，目前就是因为前阵子因为晶片短缺的关系嘛，然后新车公司那边公布的就是说，所有进口车涨2到8万，而且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车子。那现在我手边我们家这一台的话，你如果今天决定的话，我们隔天就可以马上交车了，参考看看我们二手车这样。然后那我们就马上来带大家看这一台吧。好，那这台2021年的 RAV4， 啊，这是汽油版的哟，汽油的。然后里程的话跑10000多而已。进口车的话，它的白就那种灯组版，非常的好看。好，头灯的部分 LED， 好，逆行灯，然后下面有雾灯。车道偏移，都是基本的。然后就是音量大小灯啊，蓝牙监听功能啊。那这边的这个按键的话，就是可以看前面的一些提示幕，它的一些平均油耗啊，好，平均时速等等的。这边的按键呢，这个远光灯的一个就是那个自动大灯，远光灯自动切换这样。然后这个是前雷达的部分开关。哦，那它里面这边哦还有一个那个照明的，我觉得还蛮这个设计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，就在晚上的时候很暗的时候很方便。那这一台的话，你钥匙 IP 锁匙有2只哦，锁匙有2只。那这一台比较特别的话，它全车主它有另外就是升级那个大屏幕的安全，超大的屏幕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有导航。
然后下面呢，冷气的部分，双区的恒温空调，然后还有是加热座椅的功能。然后下面这边呢，一个12伏的一个充电，然后 USB 的充电口。实在就是 SUM。